你们觉得我们两个有意见不合过？应该 always 吧。不会哦，我看牙齿蛮合，感觉是主导是那个康永哥嘛，小 S 大概就是只顾吃便当吧。对啊，多对啊，他应该不会太 care。S 比较常交代我的事情，就比方说，就是今天要早点回家，或者是等下录快一点哦。哦，有生再生你闷气过，就是你录太长了。其实内容呢，就是也不是说精彩到需要录到那么长。对。然后那个，因为我就警告过 B Two 说，如果没有要录两集的话，你就一定要跟蔡康永画圈圈。可是因为 B Two 也是个大俗辣，他也不敢。他就看你在那边，你知道滔滔不绝的访问那些来宾，他想说就不敢讲。然后有的时候就是访问到很，你就是自己很爽，然后你就会默默的跟那个场外的 B Two 比这样。就是说，对对对，要不要两集？然后 B Two 就会这样。然后就这样，可是已经录了120分钟了。然后等到结束之后，就会在那个厕所一边换衣服一边说：“蔡康永是要录，懂吗？”我说他是失眠患者。我发现好笑的内容哦，他会很准时哦，在60分他就会这个谢谢大家了。对，他如果发现一路很沉闷的时候呢，他会越录越久。嗯，好，那我体谅他的辛苦，因为他发现说这个可能剪不到一集，所以他会一直在不够精彩，延长战线。对啊，录到120分钟，那再怎么剪总能挑出60分钟是 OK 的。是，哎，我算是你的知音。哎，你是制作人，你比较懂这个心情。主持人厉害的主持人。那 S 不一样，S 是心里面就只想回家。很难剪，我知道，对，也不好剪了，对，所以有的时候是失控嘛，因为你知道来宾有时候自己讲很多啊，还有你很喜欢讲那个游戏规则，哦对，因为我认为观众会一直从中间才进来，那最后播出的时候都是上字卡，他很喜欢讲那个票选什么电视网还是什么最不受欢迎，他就讲那个我们投票机制是怎么样，然后现在怎么样，就是没完没了的介绍那个游戏规则，数据。我们透过新浪微博做了10个小时的调查，得到了16000多则的回应。我们透过了新浪微博16000人的网友，加上1000人的街头调查，16000名网友的意见，加上1000名观众在街头受访的结果。可是这是对的，因为你要提防那个突然插进来的观众，他会他们现在在干嘛？他不知道。哦，主持人如果不断的有提醒，哦，我懂，我知道他们在干什么。因为我是跟我讲过，太复杂的游戏都没人看。那我问你，你是有不想回家的感觉吗？有什么路很长？我完全是沈玉玲讲这件事情，就是我不放心，我就要录长一点。所以不是说你回到家一个人很无聊，是不是？他不是，我们刚刚有一个人说，看到我在录影当中比这个会很烦恼的是什么？我。所以制作人会很开心，因为制作人很高兴他可以有两集的内容。哎，因为有时候你比这个的时候，我都想说这个有什么好笑的？有一次我发现蔡永哥跟那个志文比这样子，那志文讲不了，他摄影这样。编故事。好，因为我为什么讲这件事情，是因为我现在要比这个，然后我会收到什么？我觉得这今天我通常会对你先比这个，你如果摇头我就没办法。你都是先对制作人比，我都会先看你们在那边这样比来比去，制作人就会在看我，然后就这样。所以制作人通常对我摇头，是因为你传过去的吗？因为他对于先看你，然后再看我，就会隔空这样，然后他就会再很害怕的跟你这样。可是如果我再比一次，他就没办法。对你有，我还说你真的很想比耶。你如果已经跟他这样瞪眼睛，然后我再比一次，你不是很火大吗？我心里就是一大堆脏话，然后一路啊，我就会进那个化妆间，跟我的经纪人说，蔡康永是有多严重的失眠啊，然后对他的床。那我们现在练习一下。他在瞪你耶。他不理你。好了，我先问你，可以吗？因为我们段落都没看呢。我觉得今天这集可以，而且我也不想太早回家。你有没有在看脚本？有时候我还没看完，就会说你好了没？我说我还没看完，你就会说没关系，就是觉得我根本不重要哎，有没有看脚本？因为你是靠你的灵魂在演出，你何必看脚本呢？我以为你是想说，反正节目也是我在 handle， 你看他有差吗？不是，你只要出现就好了，你不主持都没关系。
他就帮你弄了一个那个蓝色的发片还是什么的，然后就用那个漆喷上去，然后我就想说哇好很前卫，然后后来就开始主持，然后因为有时候主持你不是都很会冒汗吗，然后我就会偶尔这样转过去看你，然后就发现哇你这整片蓝色的衣服都快被阿凡达了，蓝色的东西一直留下来，然后我想说小曹看到画面也会很想死，小曹我好想死，因为我常常液体嘛，然后我就啊，错啊错，因为我常常会推掉说我今天不要弄头发，所以我养成一个习惯，就是只要那天我决定要弄头发的时候，我就有一种说啊。随便他，因为我就会觉得说，平常都不让他弄，偶尔让他弄一次，一定要鼓励人家创新，所以我就会跟小桃说随便你，然后小桃就会发明一个发型，然后弄出来之后，我一照镜子就，他有一天帮我弄了全东的发型，有刘海，然后我看了镜子以后，我就他就说可以吗？不可以，我可以再弄。我就说可以，没有关系。就果然照片放到网络上就被骂的半死。你那颗头，因为我们在录影前都会各自看脚本，然后说 OK 进去吧，我就。那有一个人一直送是燕麦饮料到化妆间给你喝的是谁啊？评选吗？是我跟甜甜都有。对，所以恩恩那时候是我要喝的，对不对？有一天我就发现，哎，康宏哥怎么自己买了一个养生饮品来？我就想说啊，那我就帮康宏哥买好了。然后我买了大概有半年有吧。然后有一天 S 就问我说，哎，康宏哥有在喝这个吗？我想没有关我的事，不是因为那个饮品就很惹人瞩目，感觉是你特别 older 的。可是你又从来没有喝它，我就想说，那到底是谁要买？你 order 那么多东西，你也不吃，你管我喝？没有，至少都会吃。可是那饮品就放在那边，然后你也没碰它。我想说，你怎么会 order 一个东西，然后又不喝？我就想说，这是个罗生门。你爱当什么？这十二年来，我最大的疑问就是这个，你到底会 order 这个东西？没有，我只有觉得他虽然每一次点吃的时候都精心的要求。要吃某一条巷子里的某样东西，可是我每次拿起汤匙来挖了一口放进嘴巴去，都觉得说这有什么好追求的，就是很普通的东西啊。所以我对吃的品味是没有很高明。你不知道有多少次我就不理解，说这有什么好特别叫人去买？你懂我的心情吗？可是有的时候并不是我点的，是制作单位就是硬买给我的耶。好，我跟你核对一件事好不好？比方说粽子，粽子是我要吃的。所以那个粽子有什么特别吗？很好吃哎，它有加辣椒啊，然后还有它的酱料，酱因为有两家我爱吃，九如跟那个王记府城，两家我都很喜欢。我懂了，十年来我总算解开这个疑惑，你觉得好吃那就好。所以你是不喜欢糯米吗？不是，那个常常可以吃到啊，我们家就在九如旁边啊，随便吃就有啊。康熙来今天的美食推荐洋溢着诡异的气氛，就是竟然是以小 S 为宇宙的中心来设想你在工作时候适合你吃会高兴的食物。啊，没错。我是宇宙的中心这件事情，你有任何的疑问？啊，这是大家公认的啦。这个事情我没有疑问，我只是疑问说你快要没有工作了。还不是你造成的。这包子我已经受够了，所以吃太多次了。你们吃，我要吃你们推荐的。我每次在后台，吃这包子，我在想说，徐熙娣到底在搞什么鬼？为什么我要吃这个包子？不好吃，这包子不是你爱的吗？就是手拿食物啊。对，可是天下这么多包子，为何是这一款？就是有时候工作人员他们推荐，我就吃啊。你们请用，这是另外一个我不懂的东西。你不懂了是不是？对对对，你们吃。有他们的，这家肉粽很有名啊。徐熙娣真的常常让我困惑，就是。这有值得叫工作人员去买来吃吗？不是，有的时候我的情况真的是走投无路，然后工作人员也不愿意用大脑去帮我想要吃什么，我就只好说好了，那就再买那家吧。那你这样好了，就你连累到我，你知道吗？你有在吃东西吗？我没有料到这一期，我要把我在后台吃的每样东西拿到再吃一遍，而且菜色真的太多了啦，你拿不掉哦。我好像你在化妆室吃这些，你进来我还是吃这些，所以好像在做后台集锦一样。大哥，后面大概还有十道菜啦，你还要再吃十道啦。为什么我要吃一遍？后面还很多啦。你们一定要把康宏哥赶走吗？我们要这么做。
哥，我要跟你讲一件你不知道的事情。哦 ，Angel， 非常的抱歉。什么？就是因为。就是便当，有时候他们拿进来都很少，就是刚好三个，就是里面的工作人员，然后有时候多我会吃掉，对不对？对，你偶尔会来翻，偶尔。然后呢，有一次、就是、偶尔来翻，要流流浪，皆有。地方，然后有一次就是我们三个都吃完便当，然后就会摆回去，然后没有丢掉，结果你就吃了吗？你干嘛当场不讲？因为我就是你们干嘛放回去啊？不是，我就从画那个镜子后面瞄到说，哎，看我哥怎么有便当可以吃？因为我只想要吃里面的某一个部分，所以如果那部分还在，我就会吃啊。碰过，对，你已经在吃了。我没有看出来被碰过，所以你们吃完故意把它弄成好像没有被碰过，没有故意，但是因为很难吃，那我不会犯到这个错，但是有时候只会吃掉主菜或者是别的，不会，我如果看到有明显的被吃过，我是不会吃。那应该，可是我通常是会选，因为我反而比较担心是我放回去别人会再吃，因为我会吃旁边那三个小菜，然后所以有时候是我们几个就是夹一点，然后觉得很难吃又再放回去。反正你都有东西可以吃，我必须要吃便当，是因为他点那些东西我都不吃，所以他常常来几个包子或面条，我就没办法呀。对，你偶尔会去翻一下那一区的东西。是啊，我就会吃便当。好可怜哦。赶紧没有结束。